那你现在知道我病了，你愿意配合我治疗吗 ？No， no way， 想都别想。喂，那你刚刚说了一堆，不都等于是废话吗？嗯，我现在只知道了，你不过是一个急需治疗的过敏患者，不是什么心理变态的人渣。也就是说，你这么频繁的换女友，也是为了啰嗦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的身体还无法进展到实质阶段，所以每一次有肢体接触，你就会排斥。你交了这么多女朋友，也是为了掩饰。你想试试吗？我对你可是完全不过敏的，要进一步证实我试验的结果，那就需要你和我有更亲密的接触了。你吓唬谁呢？我跟你讲啊，你不要嚣张。不玩了，我都岔气儿了。那你还跑？其实我也不是不想帮你，只是我一想到一帮你就要那样，我真的做不到。其实要帮我也不用非要那个。那还有什么方法？医生跟我讲了，我的病主要是因为心理病的原因，是因为我的内心排斥跟别人接触，所以身体上才会过敏。如果我要是能够把我的心理问题解决掉的话，那我的身体也会好起来的。那我要怎么做？你是唯一一个跟我接触起来不过敏的人。如果你肯帮助我接受其他人的话，说不定我心理问题解决了，病也会好的。这个简单，我还是可以做到的。那你就是答应帮我了。可能是上辈子欠你的吧。不过只限接触。